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委会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对中国企业裁决惩罚性高额税率，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据企业反映，欧委会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索取中国电动汽车及电池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规划、技术工艺、产品配方等方面的大量信息，比如要求中国企业详细提供电池成分和配方，还要求企业提供电动汽车生产成本、所有电动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主笔采购信息、销售渠道和定价方式、在欧客户信息、供应链布局信息等等。欧方搜集信息的种类、范围和数量前所未有，远超反补贴调查所需。何亚东表示，欧委会在调查过程中多次称不合作就将面临不利裁决结果，强制要求企业提供上述信息。在中国企业尽最大可能配合调查提供信息后，欧委会仍无端指责中国企业未充分合作，对企业裁决惩罚性高额税率。中国企业对此非常震惊和失望。欧方有关做法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罔顾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公平竞争，破坏全球绿色转型和开放合作。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